快救我！那只狐狸又发疯了，说这次一定要把我吃掉。哎呀，你俩天天这样闹，我救得了你一时，也救不了你一辈子啊！这样吧，我给你做个炒饭，吃了以后，也许他就再也不会欺负你了。啊，那快点吧！食神归位。在米饭中搅拌一个蛋黄，蛋白单独炒熟，把米饭放入锅中翻炒，加入蛋白配料和调料，加入大量的香菜，保命炒饭，尝尝吧。太好吃了！哎呦我的妈！嘿嘿，今天看你往哪儿跑！你竟然有香菜！宅猫，你怎么知道他不吃香菜呢？真正专业的大厨能记住每个客人的口味。The next day， 老板，来一份烤鱼。别放香菜啊！受不了了！这就叫假之蜜糖，乙之砒霜了。